被热醒的。被热醒的，火势很大吗？我出来的都已经灭掉了。很大，那边都起火了。然后是什么样的状况发现的？小朋友在叫我们起来，我们就赶快冲下。小朋友说失火了，失火了这样。对对。今天是8月10号2:19的时候接获报案了、啊，有民宅起火燃烧。那我们到达现场之后，发现是气刷隔壁啊，隔壁那个转角的地皮在燃烧啊，里面啊有民众三名，有3名民众逃出啊，表示里面啊二楼还有那个4名民众啊，分别两大两小，受困在火场里面。那我们经努力搜救之后啊。共救出7名民众啊，那有3名民众意识清楚啊，另外有4名民众啊，有呛温或是有呕吐的现象啊，目前分别送啊河洛台大、河洛城大跟都委洛社医院啊全力抢救中，啊一共出动7个分队啊17部27部消防车啊5部救护车啊警消约35人，地消7人。